光彩十二月，卫视电影台狂飙巨星风采，准备好了，变身改造，决战未来，我是不会跟恐怖分子妥协的。斥资六亿，打造感官的极限震撼。命令！刘德华、徐熙媛，未来警察。你儿子在我手上，抢救挚爱，分秒必争。你每拖一天，我就送你多一瓶。你愿意付出多大牺牲？我儿子到底在哪里呀？绑匪杀人撕票，无恶不作。确定绑匪有六个人，你口口声声说替天行道，其实你是贪得无厌的贼。任达华、苗侨伟玩命对决，撕票风云，生死赌局即将展开。勝つことが全てだ。勝たなきゃゴミだ。要生存，必须放手一搏。これが初めての真剣勝負。勝てるはずなんだ。赌博末世路，人生逆转游戏，十二月，感受沸腾的青春。我要你，锁定卫视电影台。